能为国家讲话的机会不好好的讲，反而附和中国的这种情形，实在令人失望。不是说好的一中各表啊，连民国都不敢表啊，这个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啊，所谓啊会坚持会爱台湾会坚守国家主权都是假的。另外我们今天看出中国军机军舰一再绕台，能为国家讲话的机会不好好的讲，反而附和中国的这种情形，实在令人失望。这是错误的讲法，大家可以仔细盘点马英九执政八年增加债务1兆7000多亿，而蔡总统一直坚持财政纪律，上任快6年，我们可以看出哪怕因为疫情因为纾困要花那么多钱，我们只有增加3100亿的债务，远远低于马政府。五倍券大受欢迎，不但商家一再加码，地方政府也都纷纷跟进，而且几天下来我们看到数位绑定跟纸本预约已经超过950万人，大受欢迎，请大家踊跃使用，